中医还用到了一些海产品的，用它的这种壳啊，你比如说我们用一些这个，我们开方子说到了，会写到生牡蛎啊，但是这个生牡蛎呢，不是它的肉，是包裹生牡蛎的那个牡蛎壳儿，是吧？我们到渔村或海边见的时候，见好多这个村里面垒的那个墙，其实用的就是这个牡蛎的壳儿，是吧？我们用龙骨牡蛎啊，治疗一些精神类的疾病，就用到了这个牡蛎壳啊。这个牡蛎壳呢，它味道是咸的，有一种重镇安神的这种作用。